只要提到车子呢，大家难免都会想到这个行车安全方面。可是我想，就算你的技术再好哦，难免总是会有一些死角的部分，不光是倒车啦，或者是甚至你要左右转啦，或者是你要超车的时候，其实难免都会多少有一点这样的问题在，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小问题而引发了一些伤到你的这个人身安全的车祸问题。既然有这些问题存在，今天我们就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咯。究竟要怎么解决，一起去看看。各位朋友，如果曾经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开车过程当中经常碰到所谓视觉的死角的问题。嗯，没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今天在开车，不管你是要停车，嗯，或者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经常发现明明看来左右没车啊，嗯，突然间你要切过去的时候，一辆车冲出来。没错，而且我还有曾经发生过，就是我看了两边的这个照后镜，发现没有车，但是因为我就是担心会有东西冲出来，没有错，所以我回头同时，可是油门没有放，结果哎呀，后面没有车，没错，前面撞到了。没有错，其实很多的交通事故其实就关键在几秒钟而已。对对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其实在全世界各地你会看到很多高级的车种，嗯，现在越来越重视所谓汽车安全，是，所以他们加装很多的设备，不管你是在倒车的雷达，或者影像方面，嗯，甚至于说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怎么样让后视镜做适当的调整，嗯哼，其实都是希望增进驾驶人的安全。所以这样子的话，经过了这个长达七年的研发，呀，那这样子，因为毕竟是我们国人自行研发，是，很多人有一种崇洋媚外的一个观念，就是是不是国外的比较好？那既然我们做了这样的研发，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艰难的这个测试啊？或者在研发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什么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我想这个谈到公司当时创立的辛酸史。嗯，其实这个产品，如果你真的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已经经过5代6代的产品了。这么多代了？因为早期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其实经常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让车辆变换，你的镜子要去转换嘛？对，转换其实可能是谈到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怎么定位的问题，因为你使用多次之后，其实那个镜片在回来的角度上其实就会有所偏颇，所以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不断地去寻找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设备跟仪器，才推出现在最新的产品。所以既然乐德我们花那么多资源投入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嗯，当然专利也要先保护自己了，当然了，这是必要的。所以说在最近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拿到美国、德国、法国，包含到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相关专利，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嗯，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技术得到一个肯定。其实不只是对您的肯定，我相信也能够更增加所有国人的一些对这样的产品信心，甚至是国外对我们的肯定。光是在这边说明啊，我想观众朋友还是不够清楚，所以呢，我们现在坐到车子里头来实地操作了。我们要设定右边后照镜的方式，就是我先切到右边的后照镜。好。然后我们把镜片往内打，打到最里面的时候，你会听到嗲的一声。有，就是这样子。然后之后，这是先消除记忆。消除记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开始依照个人的习惯去调整？所以这时候我再用旋钮调到适当我需要的角度。好了之后呢，确定了之后，我打一下我的右方向灯。然后我的镜片会自动作动。这时候呢，就已经记忆了。你再打回来，右边的后照镜就设定完成了。所以说就是它可以依照不同的身高、大小、高度，或者不同的车款来做不同的设定喽。是的。不管是你是一般休旅车，或者是你是 pickup 那种车子，你车子不管高低，我们有4段角度可以调整，所以这4段角度就涵盖所有的车款。所以其实几乎大部分的车主都已经可以来选用这样的配备。是的，我是要准备右转了。OK， 那时候我打右转的方向灯。我的右边的方向镜自动会往外偏。那为了怕各位没有看清楚，再试一次。当我恢复回来之后，镜片就自动回来了。自动恢复了，而且都是差不多大概在。转头的时候，当你头转过去，也就是1秒半之间，它就已经把它这个动作完成。一秒到一秒半之间，它就会完成动作。嗯，那如果说我要八股要倒车呢 ？OK， 八股倒车的话，我们左右方向镜的作动原理是往下翻。为什么？因为我要看到我的车身及我车身外面停车线，或者是其他来车、其他停止车辆的距离。那透过这个原理，你就会看到说你的车身跟其他的东西障碍物的距离。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路边停车啊，那它旁边可能有一些高起来的这个像是人行道，或是凸出来的，譬如说有的那种墙边人家会放花盆，对，或消防栓啊，对对对，那你要避免你的车身去刮到、撞到、碰到，那有的时候常会有这种死角，这个就可以帮我们来辅助我们消除这个盲点。那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OK， 我们是从右边的后照镜来，基本上呢，你如果要看右边后照镜的盲点，基本上我是先打右边的方向灯，它会往外偏移，然后我再到 R 档。为什么要打 R 档？因为我一定是往后退才会需要看到我的右后方，
对，那这时候呢，后照镜就会照右下我右边后照镜右下角车身的部分。哎、欸，真的，我可以看到下面地上那个停车格、停车线的部分，非常清楚。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去校正你的车身跟停车线的距离、嗯。那如果说我要直直的八股到后面我家的停车场呢 ？OK， 嗯，我们在停车场遇到的最大的状况就是说，当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嗯，你的左右都有来车，嗯，那你的车子不管大或小，有些时候你要回头去看，你可能练习一下你的脖子要转90度，转180度，可能都要练习一下。但是有我们的这个盲点系统之后呢，不需要，你只要看你左右的后照镜、嗯，就可以完成倒车入库的动作、嗯。那其实动作原理也非常简单，只要打入 R 档，你的两边的后照镜都会往下倒。这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你的车身跟你旁边停车格的正确位置。哦，所以就是说，完完全按照你平常开车的驾驶习惯，而且是正确的观念的习惯的话，就能够非常得心应手的来使用这个。我们的设计讲究是人性化，是由机器来适合你，而不是你去适应机器。嗯。